闭上眼睛。在研究千字文后，四人组重新回到古代，却意外失散。少奶奶，为了找到上官，他们来到齐家婚礼的现场。好了，那是您不是？辛苦了，请喝茶。哎，正好渴了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上官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呀？别看了，上官，待会儿再看啊。上官，上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他的鞋上有泥。难道他是飞奔来赏金的？不可能吧。别愣着了，给大家演一出助兴吧！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！各位，吃好喝好，吃饱喝好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们得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上官。这么多人，你怎么进去啊？我有办法。嗯，跟我来。就是不一样，少奶奶一人长得美，今天就更美了。哎呀，您的酒，我给您倒上。新娘是吧？啊，是啊。刚才外面有一个长胡子的男的在到处找你。长胡子的？嗯。李。啊，李管家。李管家呀，你们三个是谁呀？跳舞，跳舞的，跳舞的，跳的挺好的。你们刚才说谁找我来着？李管家，李管家，那个好像在发什么赏呢？啊，赏钱，赏钱呢、啊！哎，我得赶紧去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伺候好新娘子啊！是。哎呦，我的赏钱！上官。哎，上官。哎呀，姑娘们呐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哪有新婚大礼之前就掀新娘盖头的呀？谁说李管家找我呀？你说说你们，李管家不是在这儿呢吗？还有你们两个，给你们赏钱是吃白饭。走，你们三个都给我到前面去演节目去啊！快点，走吧！哎呀，走！欢迎各位宾客，各位宾客啊！哎，恭喜你找到欢天地了啊！一拜天地！拜天地了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共入洞房。哎呀，各位，稍安勿躁啊！咱们再到前院为宾客们演奏一曲啊啊！演奏你个头！哎，姑娘，今天我齐家大院宾客云集，我奉劝你们休得胡来，去吧，演奏节目去。走了。各位，大家都去吧啊啊！都去。
大家都去吧啊。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让咱们三个怎么找他呀？你别说，他家还挺漂亮的，是吧？欧奇，你干嘛呢？都找了半天了，休息一下嘛。这齐家院子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哎，不管院子有多大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上官的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开门啊！大哥，这门没锁。哦，大少爷，少奶奶。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是谁做下了如此凶残之事啊？大少爷，上官，上官，大少爷，上官，怎么了？都是怎么了？你冷静一下，都出去，留下脚印的都有杀人嫌疑，出去。大哥，大少爷，苏芳，这根本就不是上官。上官头发较短，他这么长的头发，怎么可能是上官呢？那他不是上官，那上官呢？上官呢？上官，不许走，谁都不许走，去报官。我们有要事在身，偏要走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杀人的嫌疑，必须接受官府的审讯。不要这样，谁敢拦我？我，苏芳，苏芳，你过来。那个，你冷静一点，不就是一个审讯而已吗？你别弄得我们刚到这儿就被官府通缉。欧七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想什么。你一看到凶案，你就手痒，你就上瘾，你就非要破案，你还管不管上官的死活呀？你胡说什么？你非得弄弄我们进监狱你才开心吗？找上官，找上官，找上官有什么用？跟我们一起进监狱被砍头，你就开心了吧？你们都别吵了。三少爷，莫非是凶手图财害命？三少爷，快，快找一找，看看咱们屋子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啊？快呀，好，快！我大嫂的陪嫁不见了，啊，一处空缸不见了。哎呀，那可是无价之宝啊！什么陪嫁？玉出空缸。玉出空缸是什么？是我大嫂传家之宝，是一块绝世美玉，肯定是被那个凶手给偷走了。绝世美玉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出去走走。不许走，谁都不许走。让开！你我没用。新娘颈部中刀，新郎被割喉，门被关着，但没上锁。开门啊，大哥！这门没锁。这有个六指血印，但是没有发现凶器。凶器在这儿，不要动它。啊，你快下，走。都让让，让让，让开。哎，有没有人动过这把刀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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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这凶器怎么会在这儿？上官身死未卜。
他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朋友。苏芳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跟你一样着急，现在谁都不知道上官的下落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急。还好啊，我们有余树空刚的信息，可以一边寻宝一边找上官。一边就是托词，你是不是变得跟他一样冷血了？我这不上官的手链吗？哎，苏芳，你快过来，你看，上官真的来过这里。这有被拖拽的痕迹，看来上官是在这儿消失的。我们现在第一任务就是要找上官，但我们的线索还不够，总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吧。现在上官消失了，玉出坤刚也不见了，看来我们只能挖第三尺了。哦，既然玉出坤刚丢了，想必是凶手见财起意。是啊是啊，有何人知道新娘带来了嫁妆玉出坤岗？这又有何人知道这宝贝藏于新房之中？此案定是家贼所为。大人，如果这是家丁所为，那个六指手印你又如何解释呢？你是何人？哦，这是今日来府上献唱卖艺的戏班姑娘。本官断案还需你这戏子插言，此等闲杂人等聚集于此，只会妨碍公务。来人，给我轰出去。是。大人，走，快走。现在被赶出齐家，怎么才能继续查案？现在不是查案不查案的问题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赶紧找到上官。别动，再动就杀了你。老总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二少爷不用害怕，我们几个不过想拿你的命换点银子。你们既然知道我是齐家二少爷，就应该知道我的秉性，我怎么会向你们这些贼人屈服？你们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，好像我大哥讨要尸体钱。你是哪来的妖女？快滚！妖女这称呼我喜欢，就让你们尝尝妖女的厉害。少废话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一看就不会武功，让开！给我杀！跑！快走！在下齐寒，多谢三位姑娘相救。你就是齐家二公子？正是。今日家兄成亲，我却没能赶回家中，实在是生平憾事。齐家公子，可能还有更遗憾的事情呢。姑娘此言何意？齐家的新郎和新娘今日刚被杀。二少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大少奶奶，没关系，快起来吧，大哥。大哥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查出杀害我大哥的凶手。孙捕头，有劳了。这是啊，齐寒在回来路上遇到盗匪，承蒙这三位姑娘相救。二少爷，今日是令兄大喜之日，
你为何不来赴宴？回大人，戚某到临县联络收购粮草的生意，虽已尽力赶回，可是还是没能赶上我家兄的婚宴。大哥大嫂遇害，还望孙捕头多多费心。二少爷，大少爷遇害，这齐家的产业可都落在你一个人手上了。大人此言何意？你有重大杀人嫌疑。大人，齐某确实刚刚从临县回来，大人如若不信，可以询问临县的米商。还有是非曲直我定当查清楚。李管家在，妥善安置大少爷夫妇遗体。是如有新线索定当及时禀报。是是，孙捕快请放心。送孙捕快。二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的灵堂已经布置好了，您去看一看。你不要去，大哥成亲都没回来，你还有脸见他？老三，你说什么混账话？我不出面，难道大哥大嫂的后事交给你这个神棍处理吗？我还问你呢，大哥出事那时你在哪里？你还问我？你这 M 大嫂由此怨恨大哥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借钱回家来杀了大哥大嫂？混账！这你敢打我？你们说别打了，二少爷，把两位少爷拉开，快拉开！别打了！两位少爷，不要打了！三少爷，二少爷呀！二少爷，眼下擅离后事，抓住凶手是当务之急呀！你们怎么能为此争执不休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老三，你为了求佛求道，一向挥霍无度，大哥时常限制你的钱财，令你不能为所欲为。你便杀了大哥夺取家财是不是？胡说，你胡说。是你因夺妻之恨杀了大哥大嫂，你现在又来诬陷我。你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快起来，二少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你欺我道行不深，你待我修身先体，我定然不会放过你这莽夫。你给我滚。快拉走，拉走。我说二少爷呀，这是何苦呢？李管家，在，给这三位姑娘安排住宿，她们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量供给。啊，是。还有，我还想请这三位姑娘协助调查。欧奇，这里都被打扫过了，我们还是别找了。现场已被我仔细的勘察过了，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方便思考。凶器被扔到离屋子很远的地方。这凶手为什么不带走他呢？新娘的名字叫罗月，跟新郎一样，都是一刀致命。李管家跟我说，大少爷齐玉没有仇家，可他们这种大家族难免树大招风。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只有这六只手印了。哎，你在外面发现了什么新线索没有？线索？哪有什么新线索啊？那我们现在的重点就还是只能是六只手印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可以去街上打听一下，看有没有人发现这个六指怪人，对吧？哎，你还找不到上官了？你心里只有那个六指怪人是吧？哎，欧奇说的有道理，没准是那个六指怪人拐走上官的呢。六指？我管他个六指八指的。那苏大小姐，你告诉我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找上官呀？你说怎么去找上官啊？请画师画像啊，拿着画像去找人，然后再往大街小巷上去寻人启事。你拿着上官的画像，这里的人只会告诉你这是齐家刚死的少奶奶。你到底是要找一个死人，还是要找上官啊？哎，苏芳，你理智一点。欧奇之前虽然有点不近情理，但是这次我选择站在他那边。我们不能盲目去找啊，毕竟这里面有上官被掳走的线索。你别啰嗦了，就他那一根筋，你说话他能听进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爱干嘛干嘛，这个案子没有你我俩也能查。 OK， 走人。站住！他不是有能耐吗？让他找去。齐聚米行米钱八十了啊，哎，便宜便宜了啊。
你踩我脚了，臭丫头片子，没长眼呢。我踩你脚了是吧？是。我刚才踩的是你的右脚，你为什么疼的是左脚啊？我不管，赔钱，踩我脚了。赔你钱是吧？是。赔钱是吧？哎，提这米好便宜啊！来了啊！赔什么钱？赔什么钱？多少钱？说。我奶奶不。不赔了，不赔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咱们的米进价85钱，现在已经降到75钱了，咱不能再降了，俺家心太黑了。他们贱家勾进新米，还卖黑心米，这俺家暗中买通县令。咱斗不过他呀，少爷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啊，少爷，少爷，这，少爷，这可怎么好啊？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大家都是街坊。今日我们奇迹再次优惠打折，欢迎大家继续选购啊！来来来。有人吗？人呢？来了。姑娘。老板，10万火急，我要找人，帮我画个像吧。啊？我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？什么急？哎呦！你踩我脚了，臭丫头片子，没长眼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来来来，快啊！压压压了啊！快！让我看看。哎，去！哎，赶快压压了啊！赶快压了啊！这就要开了，哎！哎，压好了没有？走了啊！开！来来来，接着来！哎，老大，这不就是你吗？哎，你看，压了啊！赶快！你们长得真像啊！各位啊，神笔呀！哎，都没了，哪儿去了？老大，老子的画像还在里边呢。哎，老大，我给你瞧瞧啊，你放心啊。压大压小，赶快来了啊，开了啊，哎。好，别动手机。哎，水啊！说吧，想好了吗？哎，侠女，您不就是要我们赔您那神笔吗？你说哪有？我让兄弟马上偷一个赔您不就是了？对呀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啊，帮我办件事儿。少爷，贵方的现银才打发走米农，勉强保住米行。听张方先生说，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就怕明天忽然很多人去取钱，那可真得把齐家给卖了。哎呀，干脆啊，我们搬出去得了。不行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只要咱们顺着这个案子查下去，就一定能找到上官。可是我就不明白，他们刚刚说贵房是什么东西啊？上官不是告诉过我们吗？贵房啊，就是古代的银行，专门是存钱和抵押放贷的。但它跟现在不一样的是，存钱不但不给利息，还要交保管金。我发现你们挺适合说书的。哦，姑娘，别开玩笑。
玩笑了。没有，是小青说的。他说你们不但记忆力好，而且口才好，能记住每一个细节，而且妙语连珠，大家都喜欢到厨房来聊天。哪呀，没有的事儿啊。哦，姑娘，哎，你，不不不，谢谢谢谢。你们说这齐家好好的，怎么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？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出事那天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？当天。哎呦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还心惊肉跳的呢。六指手印，那你有见到长着六指的人吗？我没看见过。那天我倒是见过一个怪人，找过少爷。那这封信谁送的？我当时光看见他手上缠着绷带，是不是六指我不太清楚。那这封信现在在谁呢？大少爷拿走了。欧琴，你快过来看。找到了。怎么全是碎片了？鬼才知道上面写什么。哎，你觉得六指怪人还会再出现吗？在这个地界上找人，哼，别说是活人，就是死人我也能给你挖出来。就是齐家大少奶奶。被囚禁起来的上官能否及时得到自己好朋友们的帮助呢？请看下。人在哪儿？说。在河边上。啊，这老三又去哪儿求仙问卜去了？你无病无灾的留这么多绷带做什么呀？转深邃的瞳孔，迷雾重重，千年的悸动，花落人不同，看遍林林总总，凋零了文字前后，春夏秋冬轮换的时说聚散离合都是一场梦，梦醒之后就不必相逢。